这就错了。啊，死在眼下，啊，佛怎么讲你就怎么做，你不懂他的意思，啊，你就照做，啊，叫你燃灯就燃灯，叫你烧香你就烧香。这个在佛门里面，从前李老师说，这样修佛叫佛呆子。啊，那么这样念书的是叫书呆子，不开窍啊。啊，死在句下，死在眼下，所以佛法难懂，实在讲就在这个地方。他一句话里头有无量意，哦，你懂得这个意思就开窍了，要开悟了，明白了，知道怎么做法了。啊，所以燃灯说实实在在的，现在佛前面供你灯是电灯的，啊，也做出蜡烛的样子，可是里面是用电灯泡。好不好呢？不好。啊，为什么说不好呢？表法的意思看不出来。啊，电灯当然也要耗电力啊，但是没有蜡烛啊那么明显。啊，蜡烛叫你看到是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油灯、酥灯也能都能够看到，油慢慢烧干了。啊，你要再去添油。啊，它很明显，舍己为人。啊，电灯不明显。啊，香不要烧太多。啊，通常一支香就可以。为什么它表法的啊？尤其是现在大都市住的都是公寓房子啊，房子都不很大，香烧太多了确实造成空气污染啊，住公寓房子最好烧不要烧长香，现在有很精致的短香啊，你懂得它表法的意思，你就得受用啊。啊，香你看到了闻到了啊，香代表什么？戒定真香啊。你看这个寄送里面赞颂啊，戒定真香啊，看到香闻到香要想到修戒啊，持戒修定。那再深一层意思呢，无分法身香啊，这个五分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叫无分法身呐、啊！你要不懂这个道理，你这个香就白烧了啊！天天早晚课点一支香啊，就是在现在人生活这个环境。要适合我们现在环境啊，从前可以烧长香，现在没有这个必要啊。但是像我们念佛堂烧长香，正确的一致啊。为什么呢？同修在那里念佛绕佛不间断，时间长。那一般在家居士，你们的早晚课时间不长。你们的工作都在工作岗位上啊，所以早晚课不长啊，
这短相够了，无非都是提醒自己啊，种下妙药上宝烛，这烛就是蜡烛，全都是表法，表法就是教学啊，用艺术的方法来教你，不用说话啊。那么这里讲的是灯啊，烛都是光明，无论在什么场所，无论在什么时间，你所看到一切光明的，你都会想到啊，你烧香知道这是戒定真香，你在任何地方鼻闻到香味，闻到这个气味，你都会想到持戒修定佛法教学。在哪里？在变法界、虚空界啊！啊，香是一种气味呀！啊，无论是什么气味，你闻到之后啊，你都会想到戒定真相，都会想到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无分相。那么由此可知，早晚课的这个燃灯烧香呢，这是提醒自己这一天不要忘记啊。那么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意思，性香性为道源功德母啊，啊，表示我们对佛诚信呐，佛对我们也是诚信呐，我们互信呐，用什么做代表？用香。为什么用香做信物呢？舍在家香是古时候传递信息的工具啊，特别在中国，中国有万里长城防御公司啊，啊，从前没有电话，没有电报，用什么传讯息呢？用这个狼烟。你看长城每一段距离有个烽火台，那个台就像香炉一样啊，燃什么？燃狼烟啊，狼的粪啊，狼粪燃烧啊，风不容易吹散，远方能看得见啊。所以有敌人来了，这里有事故了啊，通知，把消息通知到后面就点狼烟，那个地方也点，后面人远方看到了也点，所以从边疆传到中央啊，传到这个京城只要几个小时啊，你一看到一个点马上就晓得那个地方又有事情了啊，所以他传递讯息形象啊。那么我们怎样跟诸佛菩萨来传递讯息呢？要想啊，所以他表这个意思啊。我们每天早晚这个早晚课燃一支香啊，是跟诸佛菩萨啊，跟一切众生表达我们的真诚啊，这样的意思啊。啊，你要不懂的话，你香也叫白烧了啊，灯烛啊也是白燃了
那叫什么迷信啊，不知道他教育的意义啊。佛法用艺术来教学啊，现在在半个世纪之前，这个世界才提出艺术化啊。佛法在3000年前已经落实了艺术的教育啊，所以佛教寺院是学校啊，学校里面完全是艺术品啊，雕刻、绘画啊，音乐，梵呗是音乐啊，这个大众在一起做扩诵的时候是表演啊，跟舞台表演没两样，乃至于建筑无疑不是艺术的精品啊！啊，目的在哪里？目的都是帮助人觉悟啊！不要用言语。所以真正懂得佛法的人到寺院去走一趟真的开悟啊，每一尊佛菩萨乃至于护法神这些造像都代表很深的意义啊，这个供养佛菩萨是接受教育，不是迷信，不是拜偶像啊！那些人批评佛门的时候，那他对佛教根本就无所知，产生严重的误会啊！佛菩萨那么多，代表是无量法门，就像一个学校一样，这个学校啊有许许多多的科目啊，每一个科目用一个名号去代表，是这么个意思啊。最常见的观音菩萨代表慈悲，这个课程啊，你学大慈大悲，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啊，所以看到观音菩萨自己真正得受用，是把自己自信里面的大慈大悲引出来了。我们本来迷失了啊，没有慈悲心啊，只有自私自利啊。看到菩萨把自己的慈悲心引出来，谁是观音呢？自己就是观音菩萨，这就对了。啊，看到地藏菩萨这个像，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把自信里面的孝心啊，对于师长的尊敬心引出来了。地藏是象征的孝亲尊师啊，孝亲尊师是地藏心地的宝藏啊！啊，你心地里头啊有宝藏，这个宝藏就是孝敬。你能够孝顺一切众生，
你能尊敬一切众生，你就是地藏菩萨啊！你修这个法门，你得什么果报呢？一切众生孝敬你，你得这个果报啊！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啊！你孝顺别人的时候，别人会孝顺你啊。啊，你真正能够说尊师重道啊，你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中国人讲啊，你都会遇到贵人，有贵人帮助你。啊，也就是你种的这个因呢，会有收获。种善因得善果啊！佛为什么那么多人九法界众生都尊重他，都爱护他？没有别的，他爱一切众生，他尊重一切众生，关怀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啊，他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所以慈悲叫无缘大慈啊，缘是条件，没有条件啊，爱一切众生没有条件啊，同体大悲啊，悲是怜悯。啊，尽心尽力的帮助人，啊，帮助人回头是岸，帮助人觉悟，帮助人离苦，啊，没有任何条件，同体，帮助人就是帮助自己，自他是一，不是二。这里面哪有自私自利，哪有是非人我呢？啊，这才是事实真相，这是性德圆满的流露。啊，不但对人，对一切有情众生啊，还更大啊，范围更大，对一切无情众生，花草树木、山河大地，乃至遍法界虚空界，这个心德才圆满流露啊。这里面的快乐，一般人想象不到啊，没法子想象啊。为什么没法子想象呢？因为不是你的境界，你没有这么大的向量，你没有这么大的爱心啊，给你讲也体会不到。一世功夫用这个方法来修学，你才能获得照耀光的氛围啊，这个氛围的大小氛围的影响啊，影视的光微弱，别人不容易感受到，显示明显，
一般人很容易感觉到，都在自己修养的功夫。善现照耀呢，我们就学到此地。再看底下第三段，又放光明，明嫉妒啊，嫉是救济啊，慈悲救济呀、啊，妒是妒众生啊，妒苦啊。那么这向下了，讲四种光啊，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说啊，第二段有四光，有嫉妒，有灭爱，有欢喜啊，有爱乐。这四光啊，令发大心中，即四弘愿也啊，那我们就晓得这是四弘誓愿的氛围啊。那么这个嫉妒呢，就是四弘誓愿里头的第二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发的是真心呢，不是假心呐。啊，也注意这第一，第一有三首偈啊，令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因中心无为，而悔有为啊，清凉给我们呢说得很好。这个光的名字说出来了啊，这是你只要发，真正发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光明里面的氛围就有这个嫉妒。此光能觉一切众，这个句子将来我们在四十四光啊，每一个光里面都有啊，都有同样这一句话啊，言语文字完全相同，里面的内容不相同啊。像前面此光觉悟一切众啊，那是照耀光啊，这个地方呢，慈光能觉一切众啊，是嫉妒光啊，是四弘誓愿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个光啊，这里头不一样的。我们看下面两句，令其普发大誓心，度脱欲海诸群生。那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光是怎么发的呢？啊，这个经上讲呢，又放啊，这光是怎么放的呢？
一定是自己做到了，自己做到这个磁波啊，我们还用电磁波，诸位好懂，自自然然它就放向外啊发射啊，你自己没有这个心，没有这个愿，没有这个行，你放在这个光里就没有这种氛围啊。那我们一般人，一般人起心动念是什么呢？现在是贪嗔痴慢啊，西方人提倡的自我本位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利益自己啊。那么在中国人讲的就讲得更明白了，损人利己，损人利己这个气氛让别人很难受啊！啊，我们今天讲社会风气不好，这是大的氛围啊！你所接触到的、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都是在竞争、斗争，激烈的竞争，就是斗争。啊，好像不竞争就没有法子生活啊，就没有法子存在啊。啊，受西方人的这个影响啊，弱肉强食，人一定要超过别人，要强才能生存，弱呢，弱就被别人吃掉了啊，一定要增强斗胜啊，这个词气氛呢就不好。这个气氛在中国人叫什么？杀气啊，让人有很不好的感触啊。好胜心非常重的人啊，处处都是要压倒别人，那个杀气就很重啊，让你跟他接触的时候感觉到不安，感觉到毛骨悚然啊，那个就是好胜心太强啊，我们也不中国人讲杀气太重啊。李老师在抗战期间当中啊，见过几个将军啊，其中有两个他就有明显的感觉哦，跟他们在一起感觉到毛骨啊汗毛直竖啊，非常不安啊。其实你跟他见面，他也跟你握手啊，也是笑嘻嘻的跟你谈话，可是你自己感觉到不对啊。举出这些例子来告诉我们了啊。那么这种光啊，那你感觉到非常入惑啊，它不会害人啊，它帮助你啊。所以他接触之后呢，你就会感染他，你发了心，也会让他生羡慕的心、向往的心、向你学习的心，
令其普发大事行。这个大事誓愿就是四弘誓愿啊，四弘誓愿也就是真正的菩提心啊。所以第一愿呢，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你看到这些这么多众生很痛苦迷惑颠倒啊，造业受报啊，菩萨看到不忍心呐，所以兴起大愿啊，没有任何条件，要帮助他们，他们迷得太重了，太可怜了啊，不知道造业受报，等到他堕到地狱了，后悔莫及，来不及了，必须要他的这个罪报受尽，受尽之后还要还债啊，欠命的要还命，欠债的要还钱啊，通通都还清了，他才能够再得人生。所以你就晓得得人生是多难啊！我们这一生得到人生，你就晓得是多么可贵。为什么呢？无量劫中我们堕过地狱，我们也做过畜生，也做过恶鬼啊，那过去生中啊所造的业，都还的差不多了，都消的差不多了，你才能到人道，再得个人生的。可是得人生呢，很可怜，又迷了，又造业了。啊，造作了罪业的时候，来生的时候又回到地狱去了。就像地藏经上所说的啊，这些鬼王，那鬼王都是菩萨了，在地狱恶鬼里面教你啊，教你忏悔，教你悔过啊，真正忏悔悔过了，这个业消掉了，到时间来了，来了之后 又不做好事，过几天又回到地狱，回到恶鬼了。这鬼王一看皱眉头，你怎么又来了啊？恶鬼地狱时间长啊，有时差了，人间时间短啊，你们想想看恶鬼里面的一天是人间一个月，我们人间过一年呢，恶鬼道十二天，啊，到人间来几十年，不造不干好事，干坏事，啊，在地狱里面看着，没有几天，你怎么又回来了？地狱道就更短了，啊，地狱很多种，时间长短不一样，时差不相同。老师给我们举一个普通的例子啊，地狱的一天，人间2700年，地狱一天呢，中国号称5000年的古国在地狱是2天啊，你人间寿命活个100岁，造业造重业再去，你怎么刚刚出去就回来了？真的是这样的啊！所以众生难度难在哪里，你这才明了啊！佛菩萨好不容易帮助他，知道忏悔，知道做错了，离开地狱了，
啊，所以说地狱里面残余的习气还在，哎，他喜欢做不善，好事善事他没什么大兴趣，啊，造恶业兴趣很大，啊，这造了恶业，你看，在地狱里头还不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啊，几十分钟时间，他又回去了。众生难度是指这个事实真相啊，一个众生真正要把他从三途渡出来啊，能够厌恶好善啊，真正能够是依教修行，太少太少了啊。这个里头什么原因呢？第一个，他恶习气太重了，他已经养成不善习惯。第二个呢，正法不容易遇到啊，在做人的这个短短的几十年当中，对事实印象不了解，虽然学佛是迷信，有拜佛的形式，不知道佛法的内容啊，所以这样生生世世回不了头啊。我们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才知道珍惜，哈，真是佛讲的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得人生闻佛法，这个太难太难了啊，得人生已经不容易了，得人生能佛法，这是多么可贵的一桩事情，多么难得。所以你真的透彻理解明白了，那你就晓得我这一生的人生闻到佛法，其他的统统丢掉了，我一定要在这一生超越啊，能够闻到正法，就是你这一生有回头的机会了，有脱离六道轮回的机会了，有圆满成佛的机会了，这个是一生当中稀有难逢的事情啊，无比殊胜的事情啊！请你就是不要说做过往，请你做天王，你要不要干？你觉得不能干啊？大梵天王不能干，摩西首罗天王不能干啊！把全世界的财富给你，不能要啊，为什么呢？你还是搞六道轮回，你还是在三途里头出头没，真看清楚的时候丢得干干净净，那个东西都是全是啰嗦，名闻利养全是啰嗦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过往不要了，荣华富贵的生活不要了啊，名闻利养通通不要了，给我们做模范，放这个光给我们看啊，你真的看清楚看明白了，你会跟他一样，你会把他写得干干净净啊，怎么可以要这个东西啊？啊，世间人所祈求的，你就晓得永远脱不了三途六道，肯定在三途时间长，在人天的时间非常短暂啊，几个人能知道这个事情啊？佛菩萨，除了佛菩萨之外没人知道啊！啊，苦海无边啊，
不知道回头啊。佛天天在教啊，回头是岸，他就是不回头。贪念眼前的一点小小利益啊，就是真的福报做到摩西首罗天王啊，这个是色界的天主啊，统领三千大千世界的王啊。觉悟的人不敢呐、会把他学习的干干净净啊！走什么路子？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可是，一般人把念佛看作迷信。把念佛了。看作比不上学教，比不上参禅学教参禅是好，你能不能在这一生当中永脱轮回？可以说一点把握都没有。那个什么都不懂，老是念佛，一生真往生了。一般人比不上啊！在末法时期，千经万论的，到最后就是一句阿弥陀佛，直归净土。你的功德就圆满了。那么度众生用什么方法呢？设方。诸佛如来通通用这个方法我们今天用这个方法劝人呢，但是我们迷信，是我们不懂经教只会念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懂。他不知道啊，什么都不懂的人呢，到极乐世界做佛去了；什么都懂的人呢，还继续搞轮回。这个事实真相，他没看到。他要看到，他就不说这句话了，他也会老实念佛了。释迦牟尼佛。离开了皇宫，出去修道，修了十二年，全放下了，他成就了。历代祖师有很多也是学了很多年，我还遇到一个老居士，现在都不在了。他大我二十多岁，但总有大我二三十岁了。老修行，他告诉我，他学过教，学过禅，学过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差不多将近八十岁。他告诉我，通通不得了。学教、学禅、学密都不得了，最后回归净土。每一天专念阿弥陀佛三万声佛号。八十岁了，退休了吧？
啊，他住在乡下，身体很健康，他每一天走路，就在乡下去走路散步，念三万声佛号，一句一部佛号，也是锻炼身体。告诉我，现在我统统放下了，啊，教也放下了，禅也放下了，你也放下了，专念阿弥陀。我告诉他，你走对了。晚年才回头，才觉悟，很好。如果他在早年年轻的时候，把学教的时间，把参禅的时间，把学密的时间，通通拿来念阿弥陀佛，他早就成就了。你说他浪费多少精力，浪费多少时间？啊，还好，到老的时候才发现那些东西都用不上力。啊，回归净土。啊，所以《华严经》我们天天在学习，懂多少就算多少，不懂不要去研究，念佛就好。啊，念佛念到一定程度，你全都懂了。啊，为什么说全都懂了？我不骗你，真懂了。念佛念到最后，你心定，定生慧呀，智慧现前呢，这个经。不要说看，你听人念，你一听就懂意思。啊，晓得这个经上字字句句无量意呀、啊！啊，那你要开悟了。你现在这个经文里头只能看到一个意思，甚至一个意思都看错了，啊，完全没有看出来。就像前面讲燃烛油灯，好，你就天天点灯啊，天天点蜡烛。我们看到了庙会呀，啊，你看庙会那个点蜡烛的时候，一排一排的，几十排啊，每个人都去点啊，那个蜡烛的油烟很严重啊。那个庙里面香火鼎盛的，空气一定不好。啊，这就是意思完全不同啊。死在句下，他还说得很有道理。哎，今天佛经叫我们点呢，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点呢？啊，他还说我们错了，他对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现象，这个合掌阿弥陀佛啊，不能讲一句话了啊，我们只有念佛，让他自己去想啊，不能说他错，也不能说他对啊，要给他讲讲半天才讲不清楚，到最后啊，批评你，你错了。佛教我们点灯，你为什么不点灯啊？那我们明白的人是我们点的跟他不一样的灯再看底下第一句啊，渡脱欲海助群生，所以你点灯的时候啊，放光的时候，你要想到这光的作用，你有没有叫这些迷惑的众生觉悟了？目的在此地，你要帮他觉悟啊，要帮他了脱离贪欲，欲还是贪欲大海啊，
就是现在贪婪的风气啊，特别是我们现前社会，你要用什么方法让他觉悟啊？那由此可知，你要做给他看啊。释迦牟尼所做出来，放弃了。不贪名，不贪权，不贪位，这国王的地位呀、他真的脱离了。不贪荣华富贵，一生过一个最简单的生活，三衣一钵，树下一宿，日中一时。过这么生活，过一辈子啊！做出这个样子来给大家看，让你天天看，让你去反省。有人一接触就看出来了，他就得受用了，那是上上根。有的人要看多少年才恍然大悟啊！你看《金刚经》的发起，须菩提尊者看出释迦牟尼佛的门道了，赞叹了：“稀有世尊呐、你太慈悲了！”我们晓得须菩提他们这一帮人啊，在落叶园之后啊，就跟释迦牟尼。你看看阿含，最初讲阿含，十二年，须菩提没看出来；讲方等8年，20年，没看出来；在讲般若经的时候，须菩提才忽然看出来。般若经讲了22年，金刚经是当中讲的，至少30年的。须菩提跟释迦牟尼佛30年。才看出这个门道才忽然赞叹稀有世尊呐、善护念诸菩萨了。如果不是长时间表演，你怎么能叫这个上中根性的人开悟？我们相信须菩提上根上根那很快开悟，上根呢你看都需要30年的时间，天天跟在释迦牟尼佛身边才看出释迦牟尼佛全部放下说放下哪个不知道呢？释迦牟尼佛放下，真正把 放下的那个真实智慧、真实利益应该要这么做的，须菩提30年才懂得，你就晓得不容易这是《金刚经》的发起因缘那么换一句话说，须菩提尊者真正发四弘誓言，是真看出来，真明白，真懂得了，这个愿才发出来那我们今天也每一天都发四弘誓愿呢，都念这四句偈，念的怎么样？完全不像人呐！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众生我讨厌他。我就不理他，那个众生我喜欢他，你一个众生也没度，那为什么？心不平等，心不清净，心不真诚，你是虚情假意。虚情假意学佛菩萨法愿，
那就像小朋友学话一样，说了不算数的啊！你看到你三四岁的小孩啊，看到这个大人家亲眷属，哎，我长大一定孝顺你啊，长大早把你忘得干干净净了啊，这个说话不算话的啊！现在人现在的社会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做起来是比什么都辛苦啊。从前祖师大的这个感化众生呢容易，社会好，他受过基础教育，现在全没有了。我们今天讲这个用佛法影响人，比过去要难上啊，百倍都不止啊，不是十倍啊。啊，可是有好处在哪呢？自己成就。啊，所以帮助众生要看作什么？是附带的。最重要是自己成就，自己成就才能感化人。啊，那能不能人家真正受感化？那要看他自己善根福德因缘，不是个个都能回头的啊。虽不能感化呢，他阿赖耶识里头种了福的种子，还可以说功不唐捐啊。所以自己一定要认清楚，自己一定呢要认真努力学习啊，终极的目标呢确确实实是要做好样子，去感化别人啊。但是不能有这个念头，有这个念头你有分别有执着啊。所以要学菩萨三轮体空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